真是气死我了！这部戏才给我做了4套衣服，我上部戏还有6套呢。拍个戏穿那么多套衣服干嘛？观众看你还是看行头啊？行头当然重要了，来来回回就这么2套衣服，还不把观众给看腻了？行了，让导演多加几套衣服。嗯，你出钱？当然我出钱了，这么一点小意思，加的戏服全算在我的账上。好，拿着，明天上街去，爱买多少衣服买多少衣服，好吗？自己挑。那你小心啊。好嘞，那我先走了啊，再见。哎，帮我把门关上啊。嗯。